现在早上12点，然后我们点了一个五花和牛的各个部位前腿，对，反正就是肉很少，但是应该够吃。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泡菜鸡，看印度是非常像80年代的上海的也今天烫了一个就是羊毛卷，然后还点了一个肋骨。真的好像没有包葱的，我现在用的是叶什么，这都一颗葱。
我小时候一般都是我的受伤一般都是在户外往什么单杠，然后再把头摔了个包。你会正常削苹果皮的削法吗？你是说用刀吗？对，我用刀不会削一些东西，我用刀只会切苹果。你要不要我帮你把这个苹果削成正常的削法，然后你把半个吃掉半个榨汁？不要，我很执着。好吧，你这样真的很浪费。好，这片我吃掉。这片太难。我这个功能这个操作不是我在日常生活中学会的，而是类似于每年过年拜节，过年给人拜年，对对对，就是去人家家，可能人家说你吃个苹果吧，你总不能人家给你削皮吧，你总得拿钱自己削吧。我不是不削皮，我吃水果都不削皮，我下次削皮。切好整齐，我好像西安城墙的感觉。我说你切的好整齐哦，像西安城墙的感觉。像是不是在夸我？刚放整齐，可以了。是，就是刚好到那个顶，不要太满，对吗？你炸过吗？我炸过香蕉和牛奶。嗯，这是第一次炸硬的。